好，張超雄議員，第十，主席，係咪佢先？仲有一位陳偉業議員喺你之前嘅。陳偉業議員第十六輪。冇，主席，我都係講翻嗱，我絕對理解文件係好清楚，秘書長你係講得啱嘅，文件好清楚。但文件講得清楚咧，亦都證實我嘅講法，你係偷步嘅。你而家好似啊，即係氹啲人結婚咁樣咧，就即係未註冊結婚咧，就先洞房。跟住同人講咧，就話：咦，你動咗房之後唔啱咧，你日後可以唔簽嗰個嘅婚書嘅啫咁。你完全啱噶，你而家甜言蜜語氹咗啲人，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你整個文件那個時序你係唔啱啊嘛。個時序就係你係應該完咗個城規程序，你確定嘅土地用途，你至進行有關嘅詳細設計工程。咁當然，你勘探嗰啲嘢，我理解要先前要做。你勘探啲嘢咧，你城規程序未過做勘探，我都接受嘅。但係唔係文件裡面 A to G、A to F 嗰部分嘅工程啊嘛？咁所以話你偷步，議員接受你偷步冇計嘅，係嘛？等同你氹咗啲人動咗房之後唔同人結婚啫嘛？呢個教壞細路啊嘛！主席講得聲教壞細路啊你。